大家好，我是石宇，在石径堪舆中进到了这样一个山峰，云形的山峰，但实际山顶上有一个方形的石峰，所以这个山体是灵真巨门五衢结合的晶体。这种山体会怎么集穴呢？我们到对面山峰上去实地考证，看会是什么样。这是在结穴山上观察，这就是方形石峰，很方正的一个石峰，非常漂亮。看一下它的来龙方，这里是来龙方，龙脉从最远处那里有一个小峰。从那里分脉而来，这个小峰也非常漂亮，非常端正。脉到这里过峡，过峡之后起这个山峰，起这个石峰。这是近距离观察石峰，这个石峰非常端正。方正，这里有一个平台，左手边有一个平台，石峰的正面有一个窝口，这个窝口通过观察有穴的特征，应该是穴位。我们一会儿。到这个窝口那儿拍视频，看这个窝口的前面的朝外，这就是窝口前面的朝外，有两重朝外，所以根据它的朝外和周围的山环情况来判断，这个窝口可能是真穴。再看左边的这个平台，这个平台这儿穴的特征也非常明显，所以这个位置也有可能是穴位。我们再看这个平台对应出去的朝暗方，这就是这个平台。对应出去的朝暗方向就是来龙方，所以这个穴位应该是执着的导奇龙穴。此外，方形山峰的正前面会不会结穴呢？这是站在窝口观察，通过综合考证，这个应该是穴位，请欣赏。这是站在左手边的平台里拍视频，这是朝暗方向。根据考证，这个导奇龙穴也成立，请欣赏。
这是站在时风上看时风的另外一面。在这个山体上考证了三个方向的集穴情况，在里面石峰开窝集穴，在左侧边也集着了导奇龙穴，在石峰的正前面，就是外面的正前方，还集着了一方较大的一方宝地。这方地其实右手边还分出了一支龙脉，这一支龙脉延伸到山下，肯定也要集穴，但我们就不去考证了。这三个考证的点是不是都是真穴呢？欢迎大家留言探讨。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点亮红心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